大街坊小友啊，谢谢你们来。在疫情苦闷的年代，刀割怪我。谢谢。来，这班就要讲一句话，我们要结束了。各位同小喜来，小一班长讲一句话。谢谢大家来，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这人讲一句话。我讲最多了，今天。很谢谢各位留在现场的，跟着大家一起，我们有始有终。那希望明天每一个人都更美好，然后每一个人都很健康。就像蔡老师说的，我们要迎向阳光，对，迎向阳光，做好自己个人防疫，不要怕。对，好，希望大家虎年行大运。还有今天的布幕主持人，今天的布幕是到设计的梁老师。谢谢大家哈，我觉得是主帅领导啊，这个乌合之众可以众志成城啊，谢谢大家。布幕谁做的？布幕公主掌声出现，布幕她做的。老师自我介绍不到后面，哦，第二张讲座，掌声鼓励。来，布幕公主讲话。其实我只有出一张嘴巴，这个设计是我的侄子在台南那个。原点设计总监陈建豪，那因为我接到的是几张纸，然后要布置在吴芳国小的布幕，可是后来见到这里是不能别纸的，所以我就立刻请他赶工几小时，然后很感谢他愿意赞助，也很感谢很感谢蔡慧文老师给我这样四个小时的美的飨宴，也给我的侄子一个机会来奉献他的所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然后呢？正一班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他说降低调，结果是我们是正一的。我们请正一班长理事长跟他讲一下话。谢谢，蔡老师啊、我称他老师，可是他也是我的同学，我们是一起当小提琴的同学，那今天有机会啊，大家一起共享这个音乐的响宴，谢谢大家，以后我们继续。谢谢班长，来我们理事长，我们的。来，我们的创会理事长，这个蔡老师晚上回去应该好好睡一觉了吧？每天看到你们 line， 一天一天来，一天来，然后疫情都一直来，然后紧张，但是今天快乐，蔡老师，大家一起快乐，谢谢理事长，然后我们照相现在下课了，这个中美班长卢小新，向前一步走，美女蹲前面，赶快向前面蹲，穿短裙了，来，赶快。一起讲，讲的话有一起去讲的，合照一张，三，祝贺中原家朱小溪，小溪班教学老师结束了，一起到朱小溪，三，二。